不是这吹不吹牛，我不已经两连击过了吗？全套包女可以拿，我要了，我就喜欢那包女。风速懦夫的味道，让我为您指路。能不能换个棋盘看着眼花？那你是岁数大了吧？那你这都眼花，你还能看啥了，兄弟？我建议呢，休息休息，配个老花镜。完了，废了，没有有用的东西，还不如刚才呢，废废了，这他妈不完了吗？这，炉灯，炉灯。炉灯能有那么一点用吗？这把据我的多年经验推断啊，应该不是第四就是第六。原来是白金爵，怪不得能两连击。我操，你这么猛，你王者了？啊？听这口气，应该是王者八九百点了。我一看呢。号发出来，我看看。那斗鱼等级不咋高，口气还不小啊。接着有没有都行，我们可以不要。
算了，歇着直接不升了，上个两豆。3块钱光头挺好。这不拿水银，前面控制都没有，拿什么水银？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人类的。下班直接给我蹦五个包女儿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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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，这人弱的离谱啊啊啊、哦、还好。这也太弱了，这这些应该都打不过呀，这三家我感觉我应该都打不过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打不过。这么的吧，我把这包女放前面，这千万别打过了，这打过太亏了。赶紧五连败进野怪啊，就把这经济给带好了。不要犹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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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白吗？不要犹豫，千万不要犹豫，玩东西啊，就怕犹豫，知道吗？犹豫这就完了，千万不要犹豫。
宝石我忘了拿了。别逮着爱色了，我不要。没回复啊，是啊，最好给个星界呀。不过像这种附助之风也算是个回复。谢谢蓝莲汉的老舅。谢谢我老舅。他怎么连猪都给那啥了？哎，为啥包女咬人不算是炉灯呢？每滴三次挥击造成655物理伤害。为啥这不算是那啥呀？别忘了，战争年代。提速了，兄弟们，提速不行了，提提速给你呗，给冰山提提速。赶紧提速，玩不了啊！把副本拿下。妮蔻有用吗？有用啊，右装妮蔻。这龙刀我不知道给谁呀、啊。
给个大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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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棒呢？没有吗？看来是没有。这两条龙都不用，用不上啊。你要给我个十奥玉，我可以用。这都能喝什么呢？喝饮血剑。哎，这都没用啊！这饮血剑，巨杀也不错呀，和巨杀呀，也行。不用羊刀也行，它不一定能叠起来。这两个，一个冰心，一个龙爪，行，巨杀也行。等吧，没羊刀上限太低了，不等，不等，等了就死，不等。这阵容一定不能等，有啥喝啥。就是急，等就死，就是不等。诅咒冠冕，诅咒冠冕，找一个十奥玉。一是个好东西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子为狼图，妇人为乐，来来来，吃我一斧！上八直的开地，别让我打那家弩弩行不行？就这家，只要不打这家弩弩就行。我操了，我被诅咒了。这他妈能打过我？我被诅咒了，兄弟，给我吃了。哎，这他妈输的我太伤了，哪来的亚索呢？我靠，都赖你们，非得让我选的诅咒幻免，瞎他妈选。下边升级吧，主要我没有前排啊，我前排不够啊，我前排够还行，我不够前排，我打的弩弩根本就打不了。要打的第二名，哎，金蛋还想开金蛋，我给你灌的，还想开金蛋。惯坏了的，压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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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，难呢？
我的母语就是战斗。我的人儿可太多了，我找张龙女儿，找个亚索。龙女亚索，龙女亚索快。有能换的吗？艾瑟，艾瑟可以换。随时没吃着 buff 是吗？一会儿再说吧。给点防装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艾瑟宝石都没用啊，艾瑟扔了吧。哎，宝石就是换个奶妈。这个可以换一个。黄图也行。黄图血多。两张妮蔻，一张龙女儿，一个奶妈。一些古老的东西在角度。这是之神我一是废物了，巴德啥的也行啊。左翼也没用啊，左翼是个废物，来巴德啥的。4%找龙女怎么的了呢？不行吗？攒点钱，这个来个十奥玉加妮蔻，给个两星就够了。 OK， 可以攒钱升级了，可以攒钱升级了，攒钱升级，找一张亚索，找一个龙女，找一个巴德。他这不也八级有龙女吗？这有啥问题呀？这个幻境龙骨
神龙努努，这个幻境神龙努努也太恶心了吧！这他妈谁打得死啊？让我派克斩了，派克斩，派克。随时勾，好勾。他居然打不过我，还行。看来派克得用啊。蜘蛛可以不行，不要了，蜘蛛先下了。你们觉得呢？蜘蛛可以下，换个巴德加派克。下了一下，派克还是太有用了，派克还是太好了。派克可以。为啥我就俩海格斯？不到啊，针对我。我现在要一张龙女有用吗？救赎龙女给我拿走了，我不要龙女，没有用，我不要龙女，我要十奥玉狂徒，完事我对位他努努就好打了。这样就好打了，他又他妈换位了，我操！别换了，换来换去的，换什么呀？我让他们一个海克斯，我都没有海克斯，我就俩海克斯打他们仨，我卡 bug 了，行不行？我让让你们，我这波团战打的已经很好了，如果这个龙王还是把我的所有人都给我秒了啊，那真的是没办法了，没用，他打不动我，我这人太多了，我这老些人他没个打，他打个屁他。我这八九个人，我十个人，我这太幼了，他根本他就打不动。我再来个狂徒，我操，三狂徒，三个狂徒，三狂徒，十奥玉，我克这个努努，把这个努努给他克死。
5300滴血，5300。拉营口单挂一张亚索就差不多了，实在打不过，把这个换成龙女两星的就可以了。龙女这不换位置就好打，还是换位置不好打。这怎么变的是这个呀？你会变不你？会不会变呢？他这瞎子也挺烦人的，他瞎子能给我踹飞，不行，这打不过了，这没个打，这谁能打过这？谁能打过？这谁能打过？谁自己打去吧，我不打。他瞎子给我踹飞了。瞎的可太可恨了！哎呦我操，直接给我秒了！我尽力了，兄弟们，我被秒了，打了我42滴血。他这把、这个努努啊，带神龙，而且他是那个幻境龙，是回血的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是真的恶心！我再来一把。